家，无忧无虑，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讲故事，大树幼儿园上课了，让我们去看看他们都在做什么吧。今天我们上美术课，小朋友们画好后，愿不愿意上台来讲一讲自己的画呀？好，画什么好呢？是画小鸟呢，还是画蝴蝶呢，还是画虫虫世界呀？不知道画什么。妈妈，给本王子看看你的画。等一下，急救王子，我还没画好呢。真小气。谁呀？急救王子。这画的是什么？急急毛毛。猫头鹰老师，你们画的怎么样了？还没画完呢，吉吉，你要加油了。哦。哎，画什么好呢？真的想不到啊。我可以画自己的手啊。毛毛，看俺画的蜂蜜。哇，看起来好像很好吃。你画的是啥呀？这个。哇，你画的真好看。水果画的好好，颜色也很漂亮。给你们看看本王子的大作。噔噔，厉害吧？吉吉，你这画的是啥呀？一会儿还要上台讲故事呢，你们根本不懂得欣赏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果，哇，吉吉王子太棒了！吉吉画的太好了，画的好棒啊！吉吉，你真是画画的天才！要是我也能得到赞赏，该多好啊！同学们都画完了吗？那下面有请吉吉同学上台来分享他的作品。吉吉王子，你怎么画的跟我一样啊？本王子，吉吉同学，毛毛，你用我这幅画，就这么定啦。再见。吉吉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画吧。哇，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吉吉，你为什么画这些水果呀？这个，让我想想，我要怎么说呀？因为这些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，可好吃了。吉吉，你的画咋这么眼熟呢？当然眼熟，所有的水果
不都长得一样吗？对哦，看得俺都饿了。琪琪琪琪，你这颗大葡萄是在哪儿摘的呀？近看又好像李子。什么大葡萄呀？这是李子吧？不对不对不对，好像是葡萄。这到底是什么呀？就是大葡萄。这花上的水果都是我家果园长出来的，超级好吃，我天天都吃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什么样啊？画得挺像的，不错。琪琪画得不错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下面有请毛毛同学上台来分享一下他的作品。哇，画得真棒啊。从前有两只可爱的小猴子，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一棵好大的果树，果树又高又大，上面还挂着好多大苹果，两只小猴子要一起摘苹果吃。啊，毛毛故事讲得真棒。哇，最后他们俩摘了好多好多的苹果。我的故事讲完了。毛毛画得真棒。把画还给我，本王子要拿回自己的大作。琪琪王子，这幅画是我画完的呀。大家看好啦，这是本王子的手掌哦。所以这幅画是本王子的。老师，手掌是吉吉的，但是里面的内容是毛毛加上去的，俺亲眼看见毛毛画的。我那幅水果也是毛毛的作品。原来吉吉的画是抄毛毛的。不是吉吉。你还欺负毛毛，毛毛都快哭了。我错了，不应该拿毛毛的画。吉吉，你为什么要拿毛毛的画呢？因为我也想像毛毛那样得到大家的赞赏。这个手掌是你画的吗？但是这个手掌是经过了毛毛的画笔才变成了一棵大苹果树的。大家会赞赏毛毛是因为毛毛为这幅画做出了努力。可是我画完手掌之后就不知道要画什么了。这不就有一个现成的小画家吗？你干嘛不问问他呢？我想起了和吉吉王子一起摘苹果的画面。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那个秘密果园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我差点从树上掉下来，多亏吉吉王子拉住了我。你就别说了，本王子漂亮的尾巴都被你拉长了。吉吉，你看，这些快乐的事情都可以画出来呀。快乐的事情，哇！真的，老师。快去拿起画笔画下来吧。吉吉王子，我可以帮你。毛毛，对不起，抢了你的画。没关系，吉吉王子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吉吉王子，我们开始吧。可是我不知道从哪开始画。吉吉王子，你还记得那个秘密果园吗？当然记得啦。我还记得咱们爬上了一棵大大的苹果树，上面还结满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苹果呢。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不过我的个子矮，看着果子却够不到。幸好吉吉王子摘给我。小事一桩。有了，我要把这段回忆画下来。吉吉王子，你真是太棒了。这个可以画大点。这样吗？
下面请吉吉同学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。哇！从前有两只快乐的小猴子。给，谢谢吉吉王子。坐下吧。他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欢笑，一起快乐地生活着。两只小猴子最后约定，要永远做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！吉吉画得真好。毛毛，送给你。谢谢吉吉王子。给。苹果。谢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想获得别人的赞赏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。俺们都是最棒的。小朋友们，再见！熊二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昨晚俺梦见方特水上乐园了，那里可有趣了，有超级刺激的大喇叭、滑水道和懒人漂流，好多好多好玩的。可是，俺一醒来，水上乐园就没了。宝贝不哭，妈妈今天就带你们去。太好了，可以去方特水上乐园玩了。方特，成就欢乐梦想。向前。